你在吃什么？啊？好吃吗？这果冻叫水晶球，然后里面有水果的。然后我们来到劳合夜市。爸爸。干嘛？走。走。好。没问题。我女儿居然叫我走，太夸张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你女儿刚刚跟我讲什么吗？爸爸，而且我还有走，她叫你走，对，就是刚刚买的这个水晶球，有点像，它是有点像蒟蒻果冻，然后里面包那个蔬菜，没错，不是蔬菜，水果。讲得非常的好，你们应该有听到 IU 在讲电话吧？因为他那个一个哥哥跟他两个就在打电话聊天，这两个就在聊电动聊成这么开心，全世界都知道你用黄金方块盖个家，太夸张了啦！但是是因为他爸爸跟我认识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是两个，如果真的要聊天干嘛的话，就打我们的手机。但我觉得这画面真，这画面真很奇妙，而且阿 U 一直都是，哦，大吉。因为阿 U 一直都是处于那一种，就是他对于电动这种东西呢，他讲解的比他玩的还厉害，对不对？他是，而且阿U刚才在讲什么，完全无法进入他们的世界。没错，阿U是属于那种球评啊，你懂吗？阿U是属于球评的那种，就是路线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劳合，然后夜市，对。然后今天人还蛮少，嗯，还 OK。但是相对的摊也比较少一点。但我觉得就是主要的摊都有出来了。哎呦，这讲话真的很大声。就是你用背的。因为我觉得平日逛劳合夜市比较好，因为我就是推我妈车，以前我们逛劳合夜市的时候就是人挤人，那现在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就不会到人挤人，就慢慢推。你刚刚不是说肚子饿吗？还要吃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就是肚子觉得还有点饿。但我想找便利商店，我却看不到任何一间便利商店。对啊，现在便利商店好像缺冰块。对啊，我们找了三间。宅男优还在讲电话。那什么？而且我告诉你，你不觉得阿优很像那种我以前拿黑金刚那种在讲电话吗？超大声。你的没有，是你的手机很小声。我手机小声是听的小声，不需要讲这么大声。你懂吗？就是。哎 ，Hello， 逛街。然后就是，因为刚刚旁边不是我在吃饭的时候，旁边不是有一个就是女生，她在开视讯的时候，其实她正常音量讲就可以，但她却用很大的音量在讲。就是习惯啊，因为你越小声，你会觉得哎，好像大家听不到。其实对，其实你收到跟发出去的其实是两回事。那你相不相信阿 U 在讲电话？哥哥那一边呢、啊？其实听到的声音是很大声的，就是一直听到阿 U 用吼的这样子。对，你要买胡椒饼吗？他最值钱的是什么？但是你好像不懂。但是我对于他们这家胡椒饼，我个人是觉得还好。对。没有，是说我刚刚有吃很饱，但你不饱。对，我不饱、啊。你可以吃，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吃你爱的那个那一间，很好吃。我爱的是你啊！你少来那间那个蟹藤黄啊，那间好吃。哎，胡椒饼不用排队，大家快来啊！这间哦，蟹藤黄，好啊，买一盒。怎么啦？就是那个。蟹藤黄，对，但是一盒对不对？这个
五十，一百块十个，四个五十，给他十个一百，那四个五十，十个一百耶，给他十个一百，里面四个也没上，好好好了，好四个就好了，吃不了那么多，对，啊，宅男真的讲电话讲得很开心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妈妈你看你女儿，哎呀妈。又是那个的天，没有把东西掉了。哎呀，你给他看一下叉子哦，等下要不要一个塑胶袋装你那球？啊，没关系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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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。小心弄的那个手。吃的乱七八糟。妹妹妹妹阿妈。我们现在要去做捷运了，但是。等一下，你可以吃吃看。那我要拿这个水晶球换。哎，妈妈，烫哎。对啊。你直接放我手上，你咬一块给妹妹啊！等一下，我先去旁边买便利商店买饮料了。对，哇！那你就直接买就可以啦，直接买 TNT。我已经可以看到我儿子以后的就是路线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一百个。你们到底想要聊什么？怎么可以聊成这个样，这么开心？我看你们再约一天见面好了，好不好？但我说真的，这个哥哥算是跟 IU 比起来的话，同学朋友们他算是很有共同话的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也是，啊？啊？抽到火焰的，遇到好多朋友，对，但是现在真的哦，抽到书，没有阿里朋友，后来嘞，哎，断掉了啦，太好了，终于，如果再打过来的话，我再给你 ，Go， 哥哥先吃吧，先吃吧，所以我刚吃就打，你刚刚聊得很开心哦，哎，你还没吃到啊 ，You， 他还没吃到，哦，是啊，一颗都没吃到。一颗都没吃到，就哥哥就打来，就跟他聊天。我去便利店买个饮料吼。真的，今天就是闷热的。等一下，差不多东西晃晃买买逛一逛之后，我们就要去坐捷运回家了。对，包括真的是，我觉得我现在裤子就是。有点黏，因为腿流汗会卡到裤子。然后我刚刚本来就是要去，刚刚有说我们去逛街买裤子嘛，后来想一想算了，就现在还是有裤子穿，等没裤子穿的时候再说吧，对不对？来看儿子，好吃吗？跟大家分享。好吃。好吃哦。什么口味？像果冻吗？它其实就是果冻啊，然后加那个什么，放那个水果在里面，但是因为它有泡冰水，所以让你会觉得冰冰的，更冰冰凉凉。冰冰的吗？对，哎，没有啊，那我们便利商店倒了耶。哦，在这里啊，妈妈。这里啊，便利店，渴死我了。应该在那个庙那边，我们等下就可以。哦，庙那边有便利店哦，哦，我忘了，我被白眼了，可恶。他什么？你刚刚讲话真的，你刚刚讲电话真的很像那个，就是拿着黑金刚在讲电话，你知道吗？到底是我的手机讯号不好还是怎样？一定要讲这么大声。好了，要换手机了啦。6S 用到现在也撑很久了。对，欸，泡泡龙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，好不好？阿妹。哦，阿妹是阿妹。阿妹看起来是要吃东西，不是要拜拜。哎呦，衣服太，她衣服超脏的。好，你先进去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了，好不好？OK， 妈妈去买，帮你买饮料啊。
啊，身上都是脏，我要去找四十斤了，忍不了了，拜。